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警匪片。最有印象的，我在想可能是在蛮后面的那个郭富城的那个眼神，很有幽默感的对着他的那个 partner， 然后全场的人全部都笑出来了。他其实没有话，然后他就是一个眼神，然后就很有印象。没有的比较吧，因为我觉得他每一部有每一部的精彩，然后有他的延续，然后演员都有他，又有他自己的故事的发挥性，不能说比较。其实我觉得他们四位都完全的很不一样的角色啊。我自己我很喜欢周润发大哥演的那个角色，然后彭于晏的那个鞋呢也很不一样啊。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戏，我看到很刺激啊。好，7月8号《寒战二》值得大家一定要去支持，全线上映，《寒战》赞。